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 Kizer 廣告雜誌嘅時間。咁啊，講下呢版我都留意咗好耐，我都覺得佢好型仔。咁好多朋友都有留意，咁可能之前啊唔捨得啦，因為之前貴啲，咁而家價錢又靚啲，咁大家不妨重新考慮。呢把係 Kizer 嘅嗰把叫做Yamakasi 嘅把刀 ，Yamakasi。咁你睇到啦，呢個成個名寫喺度啦，一大個字 Williamson Design。咁呢把係咩嘅咧？係佢 Kizer Bladesmith 系列入邊，咁係同阿 Miguel Williamson 設計做。咁咪之前都有一把呢、這個同 Miguel Williamson， 咁嗰把肥大啲，咁呢把係比較修長緊少少，短都冇短啦，但係窄身少少 ，slim 啲。哇，好多油啊，好多油水啊，抹一抹先。咁之前佢一把叫 Perrod 啊，嗰把即系嗰把 Perrod， 咁嗰把都好强劲。咁呢把继续承接佢嗰种强劲，但系就成件事好似减咗少少肥咁，好点讲？好夸张嘅呼喇，仲要再开窿。加上一個 compound grind， 一個係 spearhead， 唔係 spearhead，spear shape 嘅刀型，一個 spear shape 你見到係好似一支矛咁，刀尖喺 forehand 中線，跟住兩邊係大，即係類似 symmetric， 當然唔係 perfect 嘅 symmetric 啦。咁但係呢種形狀已經可以歸納為係算係一個 spear shape 嘅啦。非常之爽啦，咁啊行啤領啦，好靚仔啊，黑色配黑色呢個設計幾好啊，即係佢銀撞黑，哇正啊，哇呢三個 stand off 真係型到爆啊，好 man 啊，即係其實佢唔使咁多 stand off 嘅，即係話俾你知，如果你要把刀穩陣咧，其實一個都已經夠啦，其實你做一個已經夠。兩個直情穩陣啲，三個就真係型爆啦！正所謂，真係係咪先？一個穩陣，兩個就更加穩陣，三個真係型到爆。咁佢上面有啲花紋啦，你睇到佢有啲好似波浪紋咁啊，波浪紋啊，咁呢個係咁佢個 CNC 機瘋狂咁係咁走啊！哇！跟住仲要系咁样走，跟住咧佢呢边咧，你睇到啦，佢有个少少嘅巧妙，即系有啲 detail 啦，就系佢呢个 lock bar 嘅 cutting 方法，你见到呢度系一个，佢系配合翻呢度啊，佢唔即系佢又不甘要好似嚟啲其他咁样，呢度行直咗算啦，佢就再跟翻外边条线。一齊咁樣咁樣行，所以佢喺嗰個 lock bar insert 嗰度走翻嘅，即係走翻，因為佢呢個形狀係不規則咗。咁啊，呢把嘢冇 Gemini 咁快，但係就因為佢刀重啊，佢呢個厚咗啲，個重量比 Gemini 把刀都重咗好多。但都是快的，你看到還有一如既往的順，哇屌順到真的手指走慢一點都不行，哇靚仔啊，這個相當靚仔啊，即是又是那句，你 Titanium 你喜歡回家自己電到又可以，你喜歡燒又可以，即是很多，即係好多朋友可能有時會覺得，哇！點解 Kizer 都全部都冇做 finish， 全部都直接 titanium 色嘅？咁但係我即係如果你俾我諗到啊，或者我自己即係有器材可以做咧，咁我即係一諗就係、是、哇！咁咪可以有好多空間，即係我中意電裏邊藍色又得，電裏邊綠色又得，咁啊好多好多玩好多嘢玩可以。
型嘅，咁呢把嘢你又唔可以即系话，你又唔可以否定佢，即系几型啊！我真系，好唔好揸咧？啱啱好，同埋嗰啲纹你又唔可以越界手嘅，唔界嘅。嗱，嗰啲专瓶啊，执得好靓啊，全部执到啊，哇，摸落又唔会界你手。因為始終佢呢個係用啲比較 advanced 嘅機去做啦。因為平時專屏點解會戒手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用啲好舊嘅方式，即係真係純粹就咁一把攞刀就鋸落去，鋸幾下，而冇再好巧妙地揾嘢走幾轉嚟做，令到嗰啲面冇咁利。咁但係佢哋做就做到好幼细，冇啊，完全冇位系戒手，未试掂过任何一把 Kizer 都系会有地方系会刮我手啊，或者戒，冇 zero，真系好难咯、啊，有嘢弹咯，咁耐都冇弹过啲嘢，真系好少，好少。好，呢把 Kizer 嘅 Yamakasi，咁啊，介绍咁多先，继续再拍其他。其他刀，好，介紹到此為止，拜拜。